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恶毒男孩。昨天有个老乡说他在冰箱有点问题，我们现在上门去帮人看看。太欠儿实力。我去，这个线断了，这个最重要的线，电源线断了。充电试一下，现在接了应该是可以了。还没响，亮不亮？可以了。OK， 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问题的。这几天压缩机已经工作了，这脑机子噪音好小，只听到一点点声音。我们这屋在干，他正好到那儿。你到底，我们这不是的，你就便宜了，是吧？
好了，姑娘。慢点走。